那个前面这一栋吼，跟这一栋的位置要稍微拉开一点点，那不然的话会整个黏在一起。哦，所以这边对比度吼，这边稍微强，这边稍微弱一点点。哦，那我是画直视的。哦，那你们看要画直的、横的，我觉得都可以。哦，好，我用扁笔直接做吼。那颜色的部分我会稍微弄灰一些些哈，哦，江露色来哦，然后加一点点那个戴维斯灰，稍微灰一点点，好，然后这边哈，哎，这边颜色我先做一点点灰的调子进来哈，哦，带一点橘、柠檬，哎，玫瑰红。我这个球体齁，等一下稍微让它清楚一点齁。好，上面这里。你说这个？不是啊，这是台中市政府啊。这有去过吗？没去过啊。没去过哦。不是，这是 台中市政府，因为有一次刚好有一次去住在附近，就走过去拍了一下。这边哈，让它补出来一点。好，这边的颜色，好，轻轻的做一下。好，接下来，好，稍微一点带一点紫色哈。颜色稍微淡一点，让它晕进来，再多一点哦。那个土耳其蓝，旗子哦，亮的地方留下来，往下刷。哦，那下面这里哦，一样刷深一点。这个洞吼，把它做起来，然后其他地方哦一样带这个颜色吼带下来。哦，树的部分吼，我们先用这个颜色先画一次。哦，暗面的地方都先做一次哦吼。好，这两边哦，这光线是从这边来吼，所以这边吼稍微深一点点，哦，深一点点哦吼。然后这边影子拉过来，哦，一起做。哦，一样哦，另外这边稍微深一点点。哦，这个球。光线从这边来，所以这边深一点点。光线从这边来，把那光源点先做好，你在做的时候会比较好处理哦。这边。啊？对哦，光线从这边来哦。从这边，应该是这边。从这边。从这边，左上啊，左上正上方的感觉哦，哈。这应该是中午拍的，快接近中午的时候拍的。因为光好像在正中间，会有点在正中间的感觉哈。会有一点点在正中间的感觉，没有关系。对，树的影子是从这边过来嘛？
看树比较清楚啦，齁。忘记粘起来。好，这边齁。留下来。这里影子，直接把影子做出来哈。带一点朱，哎，带一点点那个朱红哈。影子。边哈，这里直接拉过来，这个洞，暗面。这里加重一点，这边我稍微擦干一点哦。来，树，围墙，这里颜色稍微重一点，因为到光线从这边来，所以这边稍微灰一些些。哦，带一点点红紫色哈。树，哦，这边哦，晕上来，哦，红紫色。这边亮的地方吼，有点不见了，我把它擦掉吼。比如说柱子，这边的柱子，还有这里，哦，把它擦出来哦吼。好，那几个比较深的地方吼，来，像这边。这边比较深吼，就直接做深一点点的色彩。因为这边比较前面吼，用浓一点的颜色，把这里，我直接画下来，再加群青，我再加浓一点点哦，加红紫色，
这几个点加重哈。这里出来。外面的地方哈，越到后面放松掉哈。好，开始一层一层做出来。只是前面的这一栋，那后面的地方吼，颜色我会带一点灰色进来，因为比较后面吼带一点灰，所以稍微淡一点点哦。比较深的地方，这边再来哈，再分。加重一点，这个这里哈，哦，只画暗面就好了哦，亮面都先不要动它哦，因为亮面的地方我们刚才已经有上过一层浅浅的颜色的了哦，这里面。直接画下来，再加重一些些，好，继续做吼。趁着没有干的时候赶快做，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柔一点点，才不会太硬。哦，但是颜色，因为这是后面的这一栋哦，所以颜色上面记得不要太浓哦。哦，楼梯，不，那个栏杆啊，说错了。栏杆，好，栏杆的部分，好，来这边再来一次哈。栏杆，我先留下来哈。哦，栏杆的部分，加重一点，用胶纸色一些些。
再来哈，重点。这是我们整个第一层的结构面哦，先做出来，然后再慢慢加。后面的颜色哦，屋顶稍微偏红一点点哦。加一点清水，加一点水进来哦。这样子，影子，哦，后面这栋的影子，来，朱红稀释，哦，稀释淡一点点，哦，我们来做这个地方，哦，稀释淡一点哦，哦，然后我们其他地方还没有干了，我们稍微略让它稍微等干一点点。那我们来画前面的那个矮树丛，来葛黄加一点点树绿，葛黄加点树绿哦，带一点点紫色哦。这里哦，光线从这边来，哦这边稍微亮一点点，往上面亮一点点，这边留一道白色下来。等一下水才不会跑下来哈，我直接叠上去就好。来，青绿色进来，哦，青绿色进来之后带一点朱红，哦，换你的右手边，换你的右手边哦，这样子，这边也是一样哦。这个画下面，画这个的下面哦，点下来，接下来再带，太多哈、哦，加一点点群青进来，下方哦再加深一点点，哦几个地方再加深一点点。这里，我这边有一个人哈，等一下我们来做他哈。哦，这样子，好。这边的树，用其他剩下来的颜色拉过来就好。哦，后面这边加清水让它晕出来，让它消失掉哈。你的那个从那边跑到这里。哦。不要吓我，我最怕壁虎。没有毛，好奇怪。对呀、啊，最怕那个没有毛的。来，这边影子哈，我们直接先刷出来哈。来，这个树先来哈。那个群青加朱红，哦，颜色会稍微深一点哦。群青加朱红，哎，不是说错了啦，富士兰加朱红啊。哦，布鲁斯兰加朱红，
稍微喷一下。铺自然，再下来朱红再多加一点，让它深一点。然后喷一点水，让它流下来。这边放一点水，让它流下来。来，用它剩下来的颜色，铺上多加一些些。影子拉出来。速度稍微快一点，那合起来的地方喷一点水，有的地方留一点灰白，有的地方喷一点点水，如果说不好用的话，就用手喷就好了，喷下去就会有点这样子的效果，好，那我们再加一点点别的颜色进来，因为这样似乎变化度太小，那我们普斯兰加进来，我让它。然后立起来，让它晕染一下，不然让它流下来了，说错了。好，朱红再多一点，我们刚才喷水了，那它这边就这样，它比较不会那么死黑了，这是这半边，把它弄起来。好，这边颜色，如果你想要再倒一点点后面的颜色也是可以的，例如说，直接下朱红，不要混色，进来，点进来，它就会显变色的，它就会在里面做一个混色的动作，颜色，好像会有一点点那个。寒色调里面带一点点的暖色调进来，让它自动在里面撞击，的效果哦，这样子，再来哦，这边哦，朱红稀释它哦，这是底下的地方，然后这个建筑物，刚才朱红的颜色混起来，不是啊，这个花台啊，说错了，花台哦，刷下来，这边还有一个花台哦，刷下来，朱红带一点进来之后，亮面先留下来哦，加深一点，青绿色加进来，这边会变暗面，颜色不太对哦，太绿了哦，太绿了我就会再塞一点点朱红进来哦，我这边留一道白色出来，当做那个这个花台的亮面的地方。可是事实上它不会这么白哦，等一下我们再把它填起来，先，对不对？不要画，不要画哦，你要画也可以啦，因为之前有个同学连那个那天那个同学连那个什么妆啊，禁止停车那个哦，三角锥啊，每一个都画出来哦，不用画没关系哦。但是你如果要画也可以啊，如果你有那种强迫症想要画，是可以允许的哦。没有美感，不会没有美感，画起来蛮有点缀效果。画一个两个哈。好，接下来哈，我们会把那个焦点的地方哈。再做一次，再做细致一点点哦。
开始做细节了哈。我像这个线条没有，我就开始做。啊！我才叫上大电话看三百部。没关系呀，看不到。好，当作看不到这样。好，来上面哈，我们再做深一点点。糟糕了，混太多色都忘记了，就是刚才的颜色再加浅绿色进去，我有点忘记刚才混什么颜色了。好，有一些越到后面越来越淡，越来越淡，稀释它，稀释它。好，后面的这个地方，好，这里再来，好，用刚才的颜色哈，画这个暗面的地方，哈，来加群星，加那个叫什么，嵌藻红。比较深的地方来，富士蓝哦，千草红，再带一点绿，一点点哈，好，这边好，该加强的地方哈，我们可以再做强烈一点点，但是有些地方哈，刚才不小心画到了，我们还是会用那个白色的颜料哈，再把它给填回来哈。这边的光影面哦，这里子，好，旗子吼，我这个距离间隔吼，这边比较大，这边比较小嘛，吼，对不对？葛红。葛黄，直接用亮一点的颜色直接做了哦。我这边留到白，三支不同的颜色，让它跑出来。其他的细节，胶褶色加一点点，嵌草红。
后面稍微淡一点点。来，后面的窗户。后面的窗户哈，我把格子画出来。我这边还有哈。我这边下面哈，让它稍微虚一点点。因为这边有两个人吼，哇，这个，我构图的时候有点构太高了，我把它画矮一点。嘿，有两个人哦，好了，当作没看到。真的，我一直没看到。一个脸像这里。手的部分，对不对？衣服，手，然后这个人在这里，上半，肩膀这边留一道白，有一道白，有没有？这里上面留一道白，往身体下来，脚稍微让它分开，然后后面的阶梯，阶梯吼，画亮的地方留下来，有没有亮的地方留一条一条的，然后留细一点点，然后在细节的地方继续处理它，然后用比较淡的颜色继续画这个条纹注意那个斜度有没有这个斜度然后这边因为是转过来不是从这样子这边要变这样子变一个小直角不是直角就折过来你不要从头画到尾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好，那我们现在刚才不小心弄到的地方我要把它做回来我用白色把它做回来一点点有几个地方没有做好我们来做一下，例如说这里把这边缝隙的地方我再补一点点回来像这个亮点的地方我们再补一些回来这里上面有没有这边就会再多补回来然后接下来输的地方也是如此的好，大致上画的等一下这边没有影子做一点影子这个月刀下面这个地方稍微深一点点，稍微深一点点，做个很像 L 型的底的感觉这里那个盆栽，来盆栽这边多画一层出来，就是那个盆栽这边，怎么说？就是要可以好像有一个可以提起来的那个然
然后影子，哦，一点点就好了哈。哦，这是比较细小的地方哈。然后这边，因为我们做了那个椰子树嘛哦。哦，轻淡淡的画就好，没有关系哈。笔擦开，哦，笔擦开，刷下来就好。刷下来就好。好，这边，哦，虚掉，哦，虚掉，然后上面加重，哦，头的地方加深一点，哦，不能跟它一样重哦，哦，稍微淡一点点，哦，有做就可以了哈，哦。然后后面还有一株，哦，越到后面哦，水稀释它。稀释它，来下来，哦，稀释它哦吼，好，哦，就是这样子吼，哦，一个开始把它结起来，哦，那如果有时间，我们就。